有咸，一羹有400克，也没有烟熏味，含肉量达到了90%。这个是没有加热的，打开就可以吃，没有加热的蒜味就很清微，想吃蒜味重的就加热一下。肉质特别紧实，
三包，每包有一斤重，还送一袋辣白菜。很弱，不腥不咸。